Hello，今天开始了一个新的工地，来到一个独立屋，这里呢，我们大概要翻新一下这个橱柜的这个改色，然后做一些油漆。今天大家来看一下哈，这基本上是一个标准大小的厨房，只是分为这是一个西厨，那么它有一个单独独立的一个中厨，这里呢有一个油烟机，适合那个中国人炒中国菜，油烟比较大。今天呢，这些实木的这个橱柜门，要拆走，要打磨，进行这个改色。